光帮带动创，创出社会现象。青菜贵啊，青菜贵，油价高呀、啊，油价高。不要脸啊，不要脸，爱贪污啊，爱贪污。哪一个啊？哪一个？大家来说，他叫啊，我不知道。门帘上出现鬼脸，现场毛骨悚然。看起来很哀怨那种表情。尤其他直接进入你的脑袋，不要再讲，易老师要回家了。明天晚上11:30，台30频道曝光，帮帮忙。